什么你那么多男朋友，我一个都没有？主要是你这……我胸怎么了？杜海涛的眼睛都比你的胸大。二狗哥，你真好。真的吗？是啊，有你在，我就觉得自己像小龙女。那你是说我像阳光？没有啦，我的意思是说你像古墓。二狗，我老婆从来都不会主动和我亲热，你说她是不是有病啊？那你带她去检查下，检查过了那不就行了？厂家说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我说的那样啊。小冷哥，为什么男生追到女生后态度都会大转变？考完试你还会看书吗？大方要和我分手了。为什么？他看到我喝酸奶时舔瓶盖了。不是吧，他那么势利，你没给他解释吗？解释了没用。你怎么解释的？我说我这是勤俭节约不浪费，是优良传统。那他怎么说？他说不是因为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他说这么浅的瓶盖都舔不干净，要我何用？